的光，陪我和黑暗较量，那是我啊渺小伟大的力量。可我相信即使蝉一般的希望也可以回应晨光。当我们扑向一阵风，伸出翅膀，谁用起坚强保家护航，像风雨彩虹一样为彼此绽放。让我们摊开了双手就敢飞翔，像奔跑的光沿途上方，收集真挚的泪光，微笑着我们并肩在路上。去探险去乘风破浪，奔赴远方，去摘下星光点亮梦想，去成为自己的光，让万物晴朗。去探险吧，上集我们在沙海迷路了，大勇和美琪吃光了食物，我们救的小沙狐引导我们找到了绿洲。奇异果实，水，水啊！大家别急着喝，野外的水要先处理后才能喝。处理？先过滤，去除杂质，再煮熟杀菌就好了。从来没觉得水这么好喝过。谢谢赵林同学。好喝是好喝，就是太麻烦了，哪有直接喝来的过瘾。野外的水杂质和细菌很多的，直接喝的话容易生病。对，就是赵林同学说的太对了。我劝你分心致盈，别当叛徒。放心吧，我这次绝对空前的机智。姐姐，你说保险起见，让我枕着笔记本睡觉的。可是，还少了样东西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这次绝对空前机智，笔记本到手了。我这就给老板报告喜讯。你还敢再笨点吗？这不是我们要找的笔记本。咋可能？这是日记本。那个日记本对我很重要，我一定要拿回来。哎，不就是个日记本吗？从逻辑上来讲，风险和收获不成正比，我劝你放弃。不行，女生的日记有很多秘密的，你不懂。秘密？啥秘密啊？
逗你玩呢。他们发现拿错了，肯定会回来。到时候我帮你。嗯，我，好吧，还是先找点吃的填饱肚子吧。好特别的果子啊，这个绿洲感觉不太一样啊。哦，有吃的了啊！棒棒吃果子了，哎，先别吃。棒棒，快吐出来！今天优惠，拔一送一哦。我不要拔牙。看了这么久，我终于有自己的狗了。都说了别吃。走，我们去散步。笔记本交出来。对，交出来。把日记本还给我。大狗狗，来来来，我带你们一起去散步。我最讨厌别人叫我小名了。妈妈，你们跑不掉了。也饿了，不能吃，那个果子有问题。激将法，哼，我才不吃你那套呢。
这难道是老板给的度假奖励？哇哦！啊，笔记本。哦，小黄鸭。章鱼、啊、救命啊，我被章鱼缠住了、啊、早就说了这果子有问题。你怎么抱着我兄弟？他饿了，我们去前面找点狗粮给他吃。一起吧，我最爱吃狗粮了。鹏飞和梦梦得靠陶醉瀑布的一落花恢复正常，我们赶紧出发，请期待下集《再遇沙湖》。